Hello， 玄阳 ，Hello， 夜兔 ，Hello， 痞贤 ，Hello， 酷西 ，Hello， 冠维 ，Hello， 八一 ，Hello， 新鲜柠檬 ，Hello， 塔克亚提 ，Takoyaki， 嗯 ，Hello， 北原神推，早安 ，Hello， 落日一笑 ，Hello， 空白若琳 ，Hello， 啾咪，谢谢柠檬送的摩希朵。也别人身边上的摩希朵 ，Hello， 西西尔 ，Hello， 顺义 ，Hello， 小白兔 ，Hello， 羊妈露谷，谢谢柠檬送的幸运四叶草 ，Hello， 德全，怎么很久没看到你的感觉？谢谢北原身边送的剪刀石头布 ，Hello， 齐俊 ，Hello， 发生什么事？谢谢顺义送的 Love。Hello 刘豪 ，Hello 灵儿 ，Hello 博弈 ，Hello 暖风，谢谢出场的 Love。谢谢空白的洛璃送的剪刀石头布，谢谢启俊送的剪刀石头布，不用抱歉啦，忙代表就是有工作啊。这是好事，对，这个是好事，很棒的事情。早安 ，Hello Cat，Hello 空空，早安，好久不见。Hello 国庭，还没开始，当然了，刚起床，很累的。睡觉不要起床了，新生训练像这三个人已经超热了。Hello 锦妞 ，Hello 双击 ，Hello 紫萱。提早多久起来？提早一个小时。现在剩40分钟，因为妆不用化完之后就剩40分钟了。还有老豆芽，谢谢冠文送的玫瑰。对啊，法法今天有课。Hello Kion， 嗨嗨。Hello 明晶。Hello 浪客376789。为什么你都不改名字啊？你都来这么多次了，这一串数字我就不知道念了几次了，要不要换一个名字？还是你叫37678922？374789922，乱取名字，等下被揍。好，谢谢思远送的 love， 谢谢林儿送的花枝精粹。大学还没开学，很棒，好像10几号才开学。Hello 霞菩提。Hello 俊伟 ，Hello 仁哥，谢谢俊伟送的 Mojito。你发生什么事送的 Mojito？ 海洋熊，还没改我粉丝团的名字，我一直忘记。
这样子睡够吗？当然没有。新生训练，新生训练蛮累的，不过新生训练可以很快的就认识很多人。对，大家会害怕新生训练吗？我那个时候还蛮害怕的，因为，因为我跟我比较好的朋友都在隔壁班，然后就我自己在这一班，然后跟个我高中超级不熟的朋友，我直接尬爆了。最后我早餐在这，我买了早餐，不合理学是成长史，还有面包，然后苹果、蘑菇跟生菜沙拉，做出这面包的时候，不还是能吃，谢谢咧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去找我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太尴尬了，就是我一个都不认识这样。就还没起床，所以声音哑哑的。等下就会好一点。现在看得到我早餐吗？看起来很厉害。尬聊，怎么就是尬聊啊？对，一直都在尬聊。而且我最害怕的就是自我介绍。谢谢建谷送的枫叶。超级尴尬，调个光，降亮度。不是，就其实这是我的早午餐，我应该最后只会吃晚餐。要深一点哈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就是。不知道怎么办，对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很怕生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很就是在熟悉的环境我才敢讲话。像高中我好像也是这样，直接转到一个，就是直接读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学校。可是就是这种东西要从头开始，你要鼓起勇气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。就觉得好可怕。社群恐慌症，不就还好，我们班上都是女生，比较好相处。然后因为可能他们彼此之间就早就认识了，就会变成一群的。然后我就只能去找我隔壁班的同学，然后就发现这样子不对，就是没有人。可以陪我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外宿，我是在外面租屋，哈喽陈，外面租屋就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回家，然后没有人跟我一起吃晚餐。对，我其实算是一个蛮内向的人，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我现在很外放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的。你听懂了吗？可是因为工作，所以我得跟很多人说话。所以就是得鼓起勇气做一些我平常根本就不会做的事情。谢谢思源分享直播间，嗨嗨神魔，吃早餐了吗 ？Hello 阿泽 ，Hello 凤仙 ，Hello 放大镜 ，Hello 青苹果。对。而且不会这么花枝金锤，广播主持很厉害啊，就是逼自己去接，就是做一些自己不想做，是不擅长的事情。对，我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。妈妈教会我走，妈妈教会我行，因为踏出第一步很难。电台也只是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试试看，然后就
说，然后他们就说好。我谁知道答应的这么快？我就我还没准备好。我说好吧，既然来了我就接受，那就上吧，不要害怕，做好准备就不用害怕了。就差不多这样感觉。因为我其实之前别人就跟我说过，我的声音很适合去电台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说不定是一个还蛮好的出路。但是现在电台真的是比较少人在听，因为大家都喜欢用看的。但是我觉得电台是一个还蛮不错可以练口条的地方，而且还是一个这么好的，就是老板，然后工作伙伴，然后陪着我，然后愿意给我机会成长。虽然真的蛮远的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不能放弃。爱一个人要舍得付出，我还没有去改呢。妈妈教会我专注的做想做的事，妈妈教会我独立的过想过的生活，妈妈教会我每一种离开她看到相遇的心动。但我真的还蛮喜欢韩国的电台，那是日本的电台，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产业都是往上之后往下就很难再起来，对，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往上。然后像很多日本的电台就是可能就是找一些艺人啊或者是什么的，然后去做一个固定的节目，然后可能会讲除了就是介绍除了他自己的东西，还有介绍别的东西，对，就不会只 focus 在他身上。我觉得这样还蛮不错的。然后韩国电台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笑的主持人，然后还会其他团体来，然后直接现场唱歌，然后专访这些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也很有趣，虽然现在也有在做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。对，我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再大一点，因为之前去马来西亚宣传的时候，他们的电台真的是很厉害。很厉害，就是哇，可以走这么多电台，然后一间一间是独立的，它一层就不知道十几间，而且我们去了这么多地点，代表它每一层楼都有好几十个电台。对啊，日本地方电台会讲很多不同的主题，有趣的东西。我都要就是自己想电台的内容，所以我有点就是想不出来，快要不行，所以我还在寻找，我在一直每天都在思考新东西。有没有什么想听的主题跟我分享？那你我会努力去做的。船上的许愿瓶，单重水晶灯，对啊，空白的洛璃灯都改成空，那个洛璃灯改成空白的洛璃，我昨天有看到，觉得很开心。我每个主题都有前中后铺陈，然后最后结，我在思考还有什么是大家都喜欢然后觉得有趣的，这真的蛮难的。
好，谢谢光大。这东西其实我之前都有看过。偶像，所以好多，有可能有些东西，有些不太能聊。对这个有兴趣吗？对，不过他们人都很好，都很配合我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，没有在管我的。我每次提的东西，他们都说好。你说好啊，不错，可以，还没被拒绝过。有那个时间点，应该就要怎么讲？中午七点播，感觉是要听一些能配饭的东西。你这样讲吗？能配饭吗？整个城市都在找寻，找寻为何不亮灯原因。尬笑转场是怎样？可能吧，我不知道。Hello， 睡睡。开胃，对，要开胃。不是，我也不能发一百个 IG 吧，因为我能发的只有 IG。你能不能发一百个 IG？ 如果一直狂刷新的动态的话，应该也会有人不喜欢。如果变跟紫原前辈一样厉害的话，我就可以刷一百个 IG， 但不行，我会被揍。早安，香菱。Hello， 各自安好。谢谢灵儿送的水果鸡尾酒啊，谢谢睡睡虎送的枫叶，准备退追。对啊 ，Hello 姨，谢谢秦呼送的水果鸡尾酒。我不想被退追，已经很少了，才两万一而已，这么少了还要被退追，我会哭出来。
有啊，我都有把它写下来在我的记事本里面，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我都会先写下来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做到四段落，然后可能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趣的，所以我还在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比较有趣一点的人。石头布，因为要聊日剧偶像剧，代表我也要先把那一部先再看过一次，或者是大致上再看过一次，或是把没看过的看过一次，我才能聊。对，就是做很多事情。确定他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，有没有共同话题？但我会希望有一档可以做，关于影视的部分。对，有关电影啊、动漫啊、偶像剧啊之类的，对，这张时间去累积的。Hello， 孝子。天能还没，但比起天能，我比较还蛮想看什么，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。对，蛮想看这部的。偶像毕业后也太难过了吧。我还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而且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，就是新剧出来马上就追的那种人，所以我一直在疯狂的改变我自己，好想要一如往常的 fail， 但是不行。勇哥送的玫瑰，勇哥早安。你看雨晴跟你好像在节目上唱听别歌，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件事情，对，有讨论过，代表就是有机会。工作本本还是很满嘛，这个月有相较于上个月轻松一点点，当然是满满的。因为轻松一点点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要上课了，所以下午可能事情不会排那么多。对，但不确定啊，因为四张要发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公布了，所以可能马上快要发行了。可能之后工作量可能也会比较多，但工作多是好事啦，总比没有工作好。累一点总比不累好。我真喜欢工作。更常思考自己的价值是什么。对啊，工作多才有钱赚，就等于是我们这个，就你看的 case 吧，就是你 case 接越多的钱就越多那种感
敲键盘。很多讯息，问一下。打错字，一直打错，好烦。啊，累。还有淘宝哥。我有想过我要去，因为我记得什么 YouTube， 然后我说那个看电影的那个 YouTube， 它好像有 AKB 的纪录片。然后我想说哪一天我就去看纪录片，然后顺便再问一下，就是。粉丝们的东西，然后再融入这个主题里面，对，对，然后看一下海外姐妹团的东西之类都可以做，这是我有想过的，嗯，也空白洛丽送的剪刀石头布，高速打错字中。一直打错字。Hello， 直播社会大学，你好。问你们觉得 AKB 是什么样的？嗯，对，团体，然后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？以及看到纪录片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类似这种，只认识我吗？还不错啊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我现在想，我还没开始做。那这个要收集资料，比较久一点。归收集，你要收集到有用的资讯，然后把它结合成一个节目，一个谈话节目，就会要很多很多大量的资讯去聊天。对，我发现做节目不简单，自从自己写 rundown 后开始。有时候上节目都会思考说，为什么节目组的 rundown 一直都不给我？现在发现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好难哦。对不起，我的问题，哎，被我踢掉了。对，因为都是谈话节目，那个拍子空掉就会很尴尬，而且我其实觉得我自己讲话有点吵，就是我有点抢话，以及。别人跟我对搭的时候，尤其在mini concert 的谈话啊什么中间的，就会变成我是一个很明显的主题，可是我不想要我成为这么明显的主题，所以我还在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一起。本无名，感谢赐名，希望你喜欢这个名字。放下我包更重，加油咯。我们是没形象的事，他们可以一直吃，哎，超好，好羡慕哦。
他们一直吃，我就觉得超羡慕的。然后我却要风吹日晒雨淋，然后被水泼，好想吃一点东西。我觉得我们这组 MC 是家，而且我发现就是可能我在，他们就会全部都看我，我就啊，我一个人吗 ？Hello， 他们的眼神就会飘过来，雨晴救我，我救吗？然后我就会，就是可能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你要把话放给别人讲之类的，我就好。好，可他们又透露出求救眼神，我又不能不讲，然后我还在思考我要怎样变成一个好一点的主持人啊，好难哦。长得好看不看你看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，张爸爸？这是拉主题啊。什么哪一组被我们吐槽？不知道这是什么面包，什么黑麦面包，听起来很厉害。吃完没有可以撑到晚上，好棒！晚上工作完再吃饭。在等其他成员进步，怎么会有蚂蚁？罗汉果怎么还让你熟悉这个名字？又想不起来是什么？这是恶魔果实。武汉果是什么？它长得好核桃哦。对，被蚂蚁吓到。恶魔果是什么能力吗？给你一早的元气。元気ですね。好累了。最近想要整理房间，我买了很多可爱的篮子，那个篮子超可爱，它可以收集。卡哇伊吧，这种东西太多，你知道住越久东西就会越多。那我房间又是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小。整理什么神奇的篮子？很多日本漫才二人组，所以他们说他经过时间培养。我们这组 MC 本来就，还是处于比较弱的状态，所以我们进步的时间还是要比较久一点。卖不懂想真假的。有啊，有时候还是会碰一两下吉他，但是你到很累的时候就没办法动脑学吉他，那就是心情浮躁，就是按不好和弦的时候觉得生气。他的公车迷，他把几点？昨天法法好像3点多了才睡，吧，应该是。
因为我今天做梦，我做梦梦到我睡到下午，我直接吓死，我睡到两点，因为我两点有事情，怎么完蛋了？我知道，怎么办？然后我要打电话给姐姐说，今天我要晚到了，干嘛的？把自己吓死。用这一言难尽就走台步，一言不合就走台步，然后还有一言不合就尬舞这样。偷偷那个听一下新闻，拒绝家暴哦，各位，家暴请打113或110。啊 ，C 按不好 ，C 算最普通，比较好按哎、欸。哦 ，F 掉才比较难吧，而且封闭核存超难、啊。嗯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Hello， 卡梅欧。Hello， 嘉轩。对啊，今天的新闻很沉重。不过还蛮喜欢，有时候蛮喜欢看文献世界的世界观。而且我要跟你们分享，我姐不是刚研究所毕业嘛，那些卡没有送的我来签到，然后她最近就是在找工作的途中，然后开始很认真练习在看股票。我很早不是怎么讲，我没有看过我姐这么早起床过呢。谢谢秦湖送的枫叶，谢谢韩喵送的我来签到，谢谢落日一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分享直播间。而通常在他还没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他都是下午一两点我才会看他出现在客厅，这样就现在他就是九点就会起床看股票。他我想说我是不是也要来玩一下股票，就是小小的练习。等姐姐玩出一番心得的时候，我再问她。呵呵，简讯成的。还有赚钱的话就有早餐吃，没有赚钱的话就做梦。手指肥大，没有，我手指没办法凹，就是好好的这样架住它，这样子按，我一直会弄到，我也常常会按到别人手。对啊，还在思考嘛，没有脸啊。因为你要看一下下一个会长的东西是什么。先买信再说。世界这回我们的事，不如学会原谅。慢慢来慢慢来，很多想做的事不能急着然后去做很多很多事情，这样就会一起做不好。对啊，慢慢的看。对，这其实也可以买那种比较稳定成长的股票，就不用这么心惊胆战，一直刷那个 app， 这样涨了没？涨了没？这样。
握手券是七七股，快点大家入股。不知道这次试单什么时候要办握手会，这样子我又要思考我要穿什么衣服了。而且冬天了，我的那个独角兽睡衣可以拿出来穿了吧？我感觉我直接在后台睡着，那一定很舒服。台积电，我很有钱吗？不行，买不起，买不起。稳赚不赔哦，你就会赚到我的笑容，听起来很肤浅。一些特别的活动，你们公司会有什么特别活动吗？我们没有，所以我想问你们的。我哪有高速？早安。我喜欢吃柚子，柚子超好吃，柚子。吃了早餐，血糖升高了。耶 ，Jessica 完成。
种在松烟，又要种在松烟，松烟的地方都不够你们埋了啦，太夸张了。我之后，我想说，如果我以后搬出去住，就是离开宿舍，然后有自己的厨房，我会想要拍煮东西的影片。嗯，对。然后就是也会很喜欢看那种，什么厨房，那什么厨房，厨神，对。然后就觉得他们就是拿到神秘箱的东西，然后煮很厉害。虽然我一定把它弄得很好笑，但是我觉得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就是那一个系列就是。无期养成计划，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前在电台说过，我觉得，怎么讲？我觉得女生，就是我向往的女生，就是家庭主妇，像日本的那种，会做很多便当啊，什么手做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希望会在那个计划里面变成这样子的个人，对，那是我那时候讲的，这是我想过的东西。我就是要从很雷的人，然后说不定可以变成 maybe 很厉害的人之类的。你是苏爸爸，就是甜的，但是它不辣。对，就是一个提升女子力的地方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再请其他人来啊，没就是对，这是我想过的东西。但现在其实还蛮多艺人有在做这件事情，所以有点一定比不过人家的节目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养成计划，感觉还不错。然后我可能就自己就是对，你们看过韩国节目那种《我们结婚了吗》？他们都会有一个房子，对，然后可能种菜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有点日常居家，就等于是那个系列，就是感觉你在看你的女朋友，可能有时候用第一人称视角去互动。就是我之后或许等工作，这样的工作稳定了，会想要再提出的一项东西，我自己觉得有趣，但我不确定大家觉不觉得有趣。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嘛，所以一定我的想法会越来越多，一直改，一直改，一直改，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东西，然后可以跟公司提案说我想做这个，然后就有影像部姐姐可以帮我，然后帮我剪辑。希望地狱厨房太凶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跟谁煮地狱厨房？这是我想过的东西，但还没有要执行，跟你们分享。哎，不要人偷我企划哦。我要创意的东西是先做先演，但有人偷我计划，我一定会拿这个影像检举他。不是，是因为现在宿舍的厨房是不好拍的。等于是我要外包厨房，等于是我要再花一个钱。那如果以后搬出去住，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场地，比较好的东西，我就可以自己弄。拿菜刀比较快，不行啦，不行啦。没有人会一直听我的档，对不对？就听我的也是我的粉丝啊，对不对？对我那么好，就不会抢我的企划。我以后说不定会退居，就是当幕后。我觉得我以后有可能会当幕后，因为我觉得我想法蛮多的，执行力也很高。
好像也不错，当幕后的，我觉得是个幸福的事情。我觉得帮人家完成梦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但我现在就是在梦，就是在我的梦想以及目标的途中，但我还不确定我未来要成为什么。这个问题太深远了。灭火器，观念正确吧。动脑子，我觉得我会这么会动脑，是因为之前幼儿园的时候不是要想很多主题吗？给小朋友做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说，哎，这可以试试看，那可以试试看，就比较知道怎么收集资料。对，要收集到大家都喜欢的资料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口味跟大家不一样。幕后，不是黄姐姐，她是秘书，我不是，我不要当秘书，我要当企划，活动部，我要当主管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今天第一天幼稚园上整天就哭了。之前是上半天吗？我觉得可以跟他约定好时间，哎，对，能跟他说长针指到哪里的时候，或是短针指到哪里的时候，爸妈就会出现，或爸爸就会出现，但你们要先遵守这个规定，不可以迟到，就是对。你要小朋友做到这件事情，代表你自己也要准时，不然你的信用就会破损，他就再也不相信你的话。秘书是杂事的职位，没有吧？不行不行。老师传讯息给我，我们的猪猪老师，这什么？昨天的通告单，等一下，我处理一下公事。谢耶稣送的剪刀石头布。对，小孩子适应能力蛮强的，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他们带一些就是信物，就是对，就是他们就是上课可以就是守着的东西，可能是一条手链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是让他觉得家人就在身边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。对，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东西解掉。定情物吗？不是，亲情物。不行不行，不能是贝贝，因为他不能一直戴在身上。我建议是，一个手环，
或者是一个发夹之类的，只是小小的不影响上课的就可以。因为你如果是被子的话，上课不能拿着被子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能睡午觉是拿出被子。都拿外套，不行，就是不行啦。对，对我来说，大的东西，我觉得小的东西比较好，就是让人家安心一点。我觉得啦，但不确定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。手套也可以，戴升旗好像也不错，带着妈妈上课，妈妈年轻都长这样，老师，笑死。小朋友，我不建议戴项链哦，不建议。对，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互扯互拉，如果勾到的话，其实真的是很危险的。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。但很多家长还是会给小朋友戴平安符，嗯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危险，但别人说不定不会觉得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爱的小时候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很恐怖哎。这种照片不是你的妈妈，爸爸是可心的什么东西？笑死！不要这样。不要让小朋友为难。出门小心啊，小白兔。儿童版圣诞贴，很闹哎！大家有看得懂圣诞贴上面那个符号吗？因为我妈看，哎，我是我妈还是我爸看不懂？就他们看不懂。我爸应该看得懂，我爸看得懂，我妈好像没看懂。那个圣诞贴前面那一个那一格在画什么？那我觉得很难过。好哦，勇哥，辛苦了，上班加油。就他一整串，对，七加七的那个，一整路的那一个。有含义的，它是吉祥物嘛，然后七加七，因为我是七七，我生日是十四号，对，然后这是太阳，所以是雨过天晴。他就是跟我妈解释很久吧，他想了很久。朋友要跟我买的啦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拿给他，因为他也很忙。你们懂就好，妈妈不懂。
是在活动会上看到第一幅就怎样，不知道的 catchy phrase。 我爸看得懂，我爸很厉害，妈妈就不说了。妈妈坏坏，而且我妈还说你怎么没有全家人都一件，我就哈太多件喽，太多件喽，你这样子我成本要自己吸收呢，我就买呀、啊、我就不要闹了。还大家还记得他之前买那个别针买了十个吗？还堆在那呢，那个 TTP 的别针受不了。买那么多也没有要送，那别十个吗？你们不要买我的，我们的周，我嗯，他说不要买我的周边还寄给我好吗？嗨，发发，你上完课了，好玩吗？我刚听了一下，觉得还不错。你要不要一起？我觉得真的假的，我就会被疗愈。我才不要再大哭。我懂这种感觉，被说中的感觉。他全部都说中，是从头到尾。然后就很可怕，然后对，不是那种恐惧的可怕，就是。很棒，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，他讲话很想听他讲话，很对对对，很开朗，然后很正向的那种声音，是发发。好的，周边寄回去，那个姐姐会傻眼吧？发发变阿姨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样？这什么梗？我怎么没有跟上？为什么发发变阿姨了？五件自己的圣诞 T， 我只有拿两件，然后自己留一件。对，就是大家可以穿外套穿。下次要做别款，我要成为那年的我的妻。就昨天得到两个什么别人送的，很好啊，刚好，可是我忘记把它放了。你就乱丢，一直乱丢东西，张爸爸一直乱丢东西，他把化妆包丢在公司啦，笨死了，都不用化妆，有化跟没化也一样。一家姐姐，发发阿姨，又要中，那我要把1000块买下去，他就会赏很多1000块出来，这是我想要的。那我是什么？一家姐姐，法法阿姨。那我会是什么？我好担心哦。我不想听到你们答案，感觉会让我难过。我的分叉越来越多了，因为每天出门都整理头发，哪有剪短。我妆还没画完，我好像应该要开始化妆。等一下又得出门了，每天都要出门了。每天都得出门啊！好累。啊！我最近买了这个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超可爱的美乐蒂。它是那个立体拼图，超可爱耶！我好喜欢，超可爱。然后我是抽到。就是这种透明
还有白色，但是还犹豫到底要不要买，我还是买，太可爱了。啊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美人鱼的，老喜欢，不是啊，我就觉得它很可爱，看不出来吧？超可爱。昨天梅梅教练逼出很多组嘛，有啊。这昨天练的是背部、背胸跟手臂，对，因为我背跟、哦、我上半身本来就比较弱一点，所以都是做轻量的，慢慢加，但现在还是有点酸痛，而且是这是三头的部分，对，还有胸肩胛有点不适。那点拼图是在我那时候成品看到的，就是个会逛成品然后乱买东西的人。这个是什么的？都是朋友买耳环的赠品，然后就给我。赠品哦。嗯，朋友买耳环的赠品，然后给我。OK。它还好可爱呀，叶子跟鸟，蛮可爱的、啊，还蛮适合你。还蛮可爱，我喜欢不对称。很久没健身，去啊！我教练之前说很久没看到我，对，所以我就逼自己一直去跟他见面。对，一次练一个部位比较好，就是练上半身跟后面。当然不可能，就是哦，今天只练大腿前侧，然后全部都做大腿前侧，你会死掉。对，所以你一定要分可能上半身或下半身吧，因为我在我昨天还是有帮自己加练腿后侧跟屁股的部分，对。谢谢沙先生的再见沙哟，你要上班了吗？对，我还是算蛮弱的，哑铃太重了，而且你要举一组15下，就是有点辛苦。这么快？不愧是正品，正是歪的。好像是，还好啦，这个还好啦，插得进去就好了。是啊，是没错。上班加油，頑張ってね。每天都得出门，太晚了。嗯，要播到12点。可是我昨天欠了10分钟，所以可能要播到12点20分。因为今天晚了10分钟，每天都在晚，太晚起真起不来。因为你今天闹钟从8点就开始响，我超想要把你揍醒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看我睡起来说。你要起床？那我几点起来？8点，要9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么久？对，你就一直响，然后又不是很大声，但是如果你突然浅眠的话，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。所以我中间就是那个小时一直疯狂响，都是因为你。他说我的闹钟就还没响啊。我说我超想把你揍醒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起来一真的说。你还记得这段印象吗？我突然起来看着你，那个时候，我说你要起床了，那东西你要起床了，好可怕，超愤怒，因为已经被吵了好几次，他很过分呢、欸。又看你那个看大声，不是他的闹钟就是。那还很大，你响一次就好，但是你很小声，你响了好多次。他是一直有意无意的在我脑海中旋转，然后因为大家的声音都就是那个 iPhone 的默认的声音都一样，就觉得好烦躁哦。但是你也睡不安稳，都因为张法法，妈妈很坏。还是我用很大声啊，我就是一起
要醒一起醒。可以，还是可以。这样我至少醒来一次之后，我就可以睡觉了，而不是让我一直醒来，会比较累。他很过分哈，都是法法的问题，坏透。已经犯法了。谢谢傅神送的 love。这个坏家，他穿得进去吗？穿进去了。恭喜。会痛吗？会啊。你打多久了？对啊，学测中间。那好像也很久。半年多，大概也要好了。已经好了，就是不让它密合啊。没有，我国中打到现在，真是几天没一辈子都不会密合这东西。真好，而且我一开始就戴那种比较重的耳环，所以把那个耳洞拉比较大一点，它就比较难愈合，就是比较重一点。谢谢光大送的剪刀石头布。172条是怎样？我有这么多条例吗？他们说要把你关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吵我睡觉。谢谢 Gucci 送的剪刀石头布，我的粉丝跟我一样可爱。有吧有吧，我之前梁静茹的歌我是在国中很喜欢听，国一的时候很好听。
到底出来了没有？你这样讲我好害怕哦。谢谢小白兔送的花枝精粹，我以为你去上班了呢。这人是超底耶，神魔要突破。谢谢酷奇送的冲浪失败，失败。他成功的话应该就会加比较多，但是现在是冲浪失败，谢谢。这也是我的晚安歌单，我现在才现在拿来听，但是早安，听这个。明天会更好的。今天才刚开始，你就要祈祷明天会更好。今天到底多糟糕？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，就是一种暖暖的歌曲。我喜欢这种很暖很暖的歌。不爱这天，因为这天下了雨，你忘了带伞，讨厌自己，工作不顺利，老板骂了你，你好不容易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公车却抛弃你，是什么道理？人潮拥挤，不知该往哪里去。也许人生就是气氛破坏者，他们说你是气氛破坏者，跟你们说明天会更好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拥有自己。我们享受这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，偶尔也会孤单，偶尔也会哭泣，把我们一秒忍耐听比较嗨的歌，就发这个很轻快的，它这是安妮朵拉的歌，你们可以听一下。它的海域记也不错，因为它的海域记害我想去看海域。害怕真实勇敢的面对自己是什么道理？他说你是他知己，没有，等一下就看到你的，好不好？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我理会你的所有委屈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拥有自己。我真的找不到我夹睫毛，我看了我又得买一副。我夹睫毛都在公司，你所有东西都在公司。哎，为什么要说我的脸？谢谢林老，谢谢你的追踪，早安，你流血了，跟我的手一样莫名的流血了。早上好，轰轰，这样吗？带我去，才不行，那人好，很适合夜深人静。我很喜欢，就是这首歌很适合下雨天，然后晚上或者是你在一个咖啡店的时候听，就是很舒服的歌曲。拿着一本书啊。对，然后喝着美式咖啡，这是我下午到晚上的精神粮食，美式咖啡，好开心哦。公司就是仓库，辛苦你了。Hello 翠翠 ，Hello 妮妮 ，Hello 慕寒 ，Hello 飞宝。没人修理，没
下雨天对吧？而且我发现下雨天的时候要听一些比较心境的歌，对，因为下雨天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，我觉得一些心境的歌就很不错。分破坏者，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，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。夏天的午后，我姥姥的歌安慰我。爸爸是气氛破坏者。他们说老爸爸 www。你们把他们从美好世界打回现实。发发哦哦要了哦吼，他们说什么怪？你们不能这样子，笑死！发发直男。对，你这个脸快跟衣服颜色一样的人，巧克力色的手指头，友谊的小船已经没有友谊的小船了，我们早就翻了，所以还在地板上啊，白痴哦，翻很多圈圈，对，变水车，铁达尼号。
清楚，好孤独。他把鲨鱼取名了吗？你的时候我有想起特别的名字吗？那就叫贝塔。真假的？嗯。好哦。我没感到什么。我没感到。好哦。我要 Q10。谢谢，谢谢我送的。鲑鱼很多。谢谢送的 Mojito。Hello, Miso。这个话其实我现在拿是666。放下他，你只要睡，就是睡觉可以抱他。我来干嘛？很可爱，我在镜头里面的笑，他变得特别可爱。神经病，神经病，神经病。很闹、哦。我的小时候，常有担心的时候。我的外婆总会唱歌。阿法跟贝塔城市吗？搞不好是胰岛细胞。胰岛阿法胰岛还是胰岛贝塔？一个是分泌升糖素的，一个是分泌胰岛素的样子，还是肾上腺素？完蛋了。我看起来像会知道这种的人吗？问大家，你问大家。好可爱、啊！他的气笑了。突然科普。很多战友出来。胰岛的生产没错，耶！赞哦。自己那么不勇敢，遗憾没有到达，原本我还是害怕。Hello， 艾瑞克。干嘛？一定有什么干嘛什么细胞什么的，一定是。你太认真了，不要这件事了。好，阿法粒子就是粒子，贝塔是。通常说粒子的话，都是以阿法粒子碰撞所原子的，都是讲害的原子。为什么会上到这边？我没有上到。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，我没有烂透了。我到底我没有这个课，难怪我看不懂。你说 A B O 吗？封一秒。就没有伽马了。我听不懂，听不懂的是。这是同人的一种同人文。好的。你不要会很懂。好。我不懂没关系，这不是我的领域。没关系，不用懂。遗憾没有到达，拥抱过还是害怕，用力推开你，我依然留下。证明这份爱有多不对，背对着你如此期待。如果在镜头前面同时放六六跟贝塔，你们分得出来谁是谁吗？要看到材质才知道。他在后面。好可爱。好可爱。我
喷得出来吗？我的标签早就剪掉了，我没剪干净。希望大家分出来了。右边六六，左边悲伤。左边六六还是？雨晴的右手是六六，还是雨晴的左手是六六？这边的是六六还是这边的是六六？一二，他说二是六六。我刚刚怎么比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应该不会打呼吧？嘴巴张开的时候就会了。嗯。你昨天是不是有收梦话？没有。还是我又梦到我，就是我，因为我今天梦到我睡过头，我睡到两点，就是已经超过了直播、哦、直播的时间，已经要去公司的那个这个状态，好恐怖、哦，已经要到公司的状态。嗯嗯嗯。我就完蛋了，姐姐说还要提早十分钟到，我怎么现在才起床？我要怎么办？太现实了，好可怕！你尖叫是不是？你没有尖叫，我就。谢谢品泉送的再见啥哟，压力大，昨天也梦到迟到，对不对？我前几天梦到赶车，那也是迟到，然后路就是完全不通，就可能五分钟后就到，可是他两个小时都不会到那种。太久了吧？就是大塞这样，大大塞，那种从台南塞到台北没有停过那种感觉。嗯，好可怕哦。对，很恐怖哎，很恐惧。我不行，会被吓死。哇，这卷好好看啊，日系卷，这哪一般人哪做得出来日系卷？它就是从一开始看起来还好，然后就那么快就日系卷很难。一个弯，内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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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办不到的事，办不到，老师。听着自己的心跳，没有规则的跳跃，我安静的在思考，并不想被谁打扰。我们曾经。六六沉迷，发发背景很闹，他一直都很闹啊，他一直在破坏我的直播间良好的一个环境。时间分割成对角，停止你对我的好，了解我们的依靠。这边的是六六，对，这边的是六六，比较远。比较没那么圆柱形的，对，它是圆柱，然后它是扁掉。他通常看他睡觉，我都是抱着的那种，他是直接压抱着。好可怕，好可怜哦！我哪有开枪？对，他真的压起来很舒服，就是不好喝。
睡在他身上，他是算一个还蛮好的枕头。我只要是那天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抱他睡觉，他隔天都在墙边，他这样子很远，对，墙边贴着墙边这样子，可怜欸。嗯，对，看这边是哪里的下雨？躺下来，躺下来，吓死！一零蔡依林在下雨，你开多少个 YouTube？ 没有很多，好难哦，好想卷哦，但好像有点难。一曲往外卷，他都卷好了，然后再一曲往外卷是什么意思？很像卷坏掉。要不然你卷坏，然后可能就无限延长。可以这样吗？我很怕我到工作的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塌掉了，就跟我刘海一样。上次去的时候不是下超大雨，然后刘海真的坏掉，直接可以看三样。我的刘海都不见了，全不见了。我不知道去哪了，反正等下雨一样坏掉。嗯。你在想换什么刘海吗？我想要这么长、啊。可是一定会遮到脸，所以这次我用致命方式的时候把它剪掉，不然它们应该是在这边，这是一个很尴尬，该播也不知道，对，天赐不错，我才不会把你淋出去床旁边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很会天赐，我是我们在做天赐，崩坏走向的天赐吗？就是天赐都很好，还好押韵。啊，我真的是，啊、哦，嘻哈哎，嘻嘻又哈哈，真的很棒，很棒，我真的是很厉害的，好吗？我手机要没电了，我等一下要出门，手机要没电，即兴歌后，真的，我真的是很棒，很棒。听一下你的行李，喜欢这首歌，从大学就蛮喜欢这首歌。即兴歌后，没错。那我们团跟我比即兴歌后比赛，我一定会胜利。我把你的定力写成一封信，想念是。OK， 太嗨了吧，好棒。在这里也可以嗨，你要多好。那我是不能放这首歌，我要帮你放一些很复古的嗨曲，谢金燕啊，帮我们来听。石敬瑶，什么歌？我怎么没看？我只听过练武功。石敬瑶是什么？那不是石敬瑶吗？还是叫石敬瑶？石敬瑶 DJ， 石敬瑶。哦啊，什么歌？红桃什么？姐姐一起摇，黑桃妹妹一起摇。什么歌啊？你最喜欢 KTV 点的？啊？你为什么知道这种歌啊？就是大家都在唱啊。同学每天每次必点，在教室也在那边。你们的同学到底怎么了？而且你站在桌子上，然后拿着那个电风扇，然后这样吹那个人的脸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那边唱。这是什么学校吗？太白痴了，我不行。大家有听到什么歌吗？爸爸都跑趴，果然是阿姨。他是投十块钱那种 KTV。对啊，投币式啊。不行啊，姐姐妹妹一起啊。No 欸，我要什么歌？我刚刚说什么？哦，哎，我要那个谁，安心雅的。我要看一下我们老师，太漂亮了。来追我男友吧。哎，那是这边这边吗？不是，只是比较小。
别，同个地点，两张电影票，我就当你故意挑衅，等我察觉，怕我误会，还叫我姐。你周末约他，难道是想讨论作业这么另类？少来这凶倒霉，你当我还太监？我的心酸可是能让绿茶淡如水，我真的无所谓，欢迎你来探险，你还可不成危险。谢谢他是你的菜，提醒我眼光不赖。已经过目标看看，我们都是老师的粉丝。哇，天哪，好好看！有在看老师？对，我们没有在看，给点尊重。在那个跨年的什么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表演了，我一个在看老师。当然看老师啊！哎，你别看。这个还是来当话。铁粉，你还以为你是陨石变钻戒？那个其实蛮简单的，这副歌不错。嗯，这不难啊，我觉得。比 reset 简单，真的真的。跟你讲 reset 大家一定要来，求求你们了。我们都练那么久了，我们练很久，它真的好难。好了吗，姐？而且问题是，大家都做不同的事情最难。嗯，你要学也不学的，我学对了吗？懒的，不会。但是我里面也有以晨老师，以晨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。嗯，超正，好像是以晨老师，他是那种很健康的那种。你是有看他们的舞蹈版吗？有，我经常就化整齐。都是舞蹈老师，想怎样？Oh my god！ 在干嘛？对啊，哇。都不懂我们自己在干嘛，我们废超废的。我们之后会有那个 reset 公演，然后大家请多多支持。下礼拜就是9月7号会卖票，中午十二点，抢票抢起来。老师他之前也有教我们跳，就是跳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跳那个什么，就真想不起来，也抱歉。袁咏琳啊，袁咏琳，他是袁咏琳的 dancer， 嗯，这样来教我们跳。恭喜阿华！恭喜阿华！老师，不行，只看老师，老师，真的袁心怡还前面吗？老师，老师，这首歌很难的。完了，dancer长那么漂亮，我还要不要活啊？对，明天你要娶我吗？对，袁咏琳。这是我们爱的起的时代，爱的起。
好看。都是广告，好像12点，十二点就会有一个广告。习惯了。你以为你有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是广告啊。至少你们老粉每一场都抢得到。是啦，他们很厉害，他们很会抢票啊，我觉得都有一个自己的那个 table。什么？不要这样。这首歌吗？不是不是。那我们来听那个他。听耶。那个他。一成老师。对不起。里面的那个一成老师是我们的老师。没想到我们好幸福，老师都很漂亮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这么幸福。羡慕吧，羡慕吧。阿华为什么要被攻击？怎么了？只能限定那种10秒或15秒，嗯，才软化。不要质量高一点，一笔一笔写成。啊，以晨老师在前面。节目也总是要有人画得好。是怎样？其他人这么糟糕吗？你不可以这样讲话。加油的工作，对，哦，有毒不回，哦，
我现在看这个发型就觉得很像安心呀。有。Hello， 台子有跟没有，好烦哦。安安。